生菜、西红柿、洋葱、酸黄瓜，按当时酒店的所有的步骤做法，完完全全的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牛肉汉堡。今天有幸再次跟江总见面，跟江总呢见面，然后大家一块儿分享美食，是吧？其实江总啊，私底下特别可爱。江总做视频有点像老师，另外的下来的一面不是那样。大家一块儿聊天，一块儿聊天啊，一块儿开玩笑啊，特别的随和可爱。就是下来以后不正派了，下来以后有点吧。今儿这是做汉堡是吧？就是咱们做一个牛肉汉堡，大家在家庭里都可以自己做。我先介绍一下这些东西吧。肉馅儿、洋葱、红酒、黑胡椒、面包糠、鸡蛋，这个芝士片一会儿搁那个煎好的肉饼上面了。咱们先把洋葱给切了，切成碎就行啊。它既能增加香气，又能去它的腥臊味儿，而且呢，它还能增加肉馅里的水分。这个肉馅儿呢，咱选七肥三瘦，因为它得带点瘦的。红酒，再加上黑胡椒。对，来，大哥你过来吧，黑胡椒。黑胡椒绝对好吃了，第二瓶。黑胡椒80克，红酒有3两。来，大哥，你帮我搁4个鸡蛋，大哥，来我拌。走，咱4个鸡蛋啊，全蛋全蛋。你看没？西餐就不是一只手喝，中餐绝对一只手喝。西餐也一只手，这个肉馅得摔哈，对，得摔上劲儿，要不然一会儿一煎就散了嘛。这个平常咱做菜啊，搁这个鸡粉啊什么的，这个汉堡牛肉饼里要搁牛肉粉，就是牛肉熬成的精嘛。最早在京东饭店嘛，因为我们那个做这个肠子呀、啊，做这个汉堡啊，都是自己做。自己做完以后，那时候酒店他不让外包食品。对，这一晃真是20多年前了。20多年前，酒店当时我们天天的做这个东西。现在我就是按当时酒店的所有的步骤做法，完完全全的这个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。大哥来点盐，来，怎么着咱们也得来个6勺吧？4勺，行，够了。6勺有差不多40克盐。下面要搁纯西餐的一样东西，百里香。对，我差不多。因为你都拿过来了。看这放多少？来，这怎么着也得放3克吧。好。面包糠，为了锁住它水分是吧？对，而且呢，不让那个肉那么死，吃起来。它怎么等于让你缝隙给放开了？对。啊，肉和肉之间不那么瓷实，而且肉呢就吃的更嫩一些。面包糠再来一点。对，好。这摔上劲儿了哈，上劲儿了吧？你看，你像那越摔越瓷实了吧？对吧？江总，哎，这里边有油，您给咱来2勺油。好嘞，哎，江总，我封一下这馅儿。2勺油是吧？对，好，再来一勺。也是锁这个肉馅嘛。就跟咱家里和东西都要锁这肉馅的水分嘛，基本上行了。实际上做这个啊，咱们一次多做一点，完了做成一片一片的，搁冰箱里冻起来，用的时候拿出来吃。哎，这样方便了啊。就弄那油纸，一层油纸盖一层。对，180克到200克吧，我脱坯了，开始。这要加一管。像研磨它不粘呀，一会儿你好拿呀，一个一个的，没这模子就摔成饼，按扁的就行。这样有模子不是更规整吗？你拖吧，那强亮，这个就是先摔上劲儿，摔上劲儿以后差不多180克搁进去摁瓷实了。这个咱们脱坯，脱汉堡坯，脱完以后，咱跟那个冻冰箱里冻2到3个小时，让它硬一下。这样的话拿出来再煎的时候也好煎，它也容易上色呀，各方面都好，不容易散。如果说冻一晚上，第二天拿出来一个一个保鲜纸包好了，就可以存起来了。这个存个1星期半个月，
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吃就行了。这个牛肉用两小时，看现在这来，咱这个锅里啊，适当的撒一点底油，咱把这个把这汉堡饼都依次可以码下。我留学的时候啊，经常吃汉堡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汉堡，这么实惠的，这么实惠，真是纯。今儿开了眼啊，锅上热以后变小火，不用太大，太大糊了它容易糊了，色不好看了。就两边定上色就行，上色。你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东西，咱可以看上面上，看，现在微微的，再煎一会儿。中间得看不？这个软了，这个没冻上。没冻上。咱这，你看，那个头盔还连，头盔。这不错，还是木的好啊。你看，你先再翻这俩就不太好翻。现在这俩啊，看它会不好翻啊。用实力行动，跟盟主说。这个颜色现在实际上最漂亮的。这个颜色呢，而且也定上了。定上以后，它就定壳的，不容易散了，是吧？指挥部说。直接煎熟了，直接熟两边容易上色太重，啊。差不多了，那个你烤盘呢？直接搁烤盘吧。上下旋180。哎。12分钟啊，咱们烤。咱们现在煎面包啊，这是也很重要的一步，因为这面包不煎，你吃出来以后又干又柴又噎嗓子眼儿，一定得搁黄油。哎呀。我老觉得你这油温怎么这么低？哎，必须得低，大哥，这油温一高，马上就糊了。哦，就煎一上色就行。哇，真棒！上面搁片起司啊，搁片起司接着烤，把起司烤化了，一个上面一片。煎到这样，一上微微一上色就行了，就行了。你看，这有一点小焦黄的，你看，这就行了。最好，来这面再稍微腾一下，行了。来一个一来吧，来黄哥，生菜、西红柿、洋葱、酸黄瓜，一样一勺汁儿，一盖盖儿。江总，来，你要干嘛？你来完了，你赶紧，赶紧评价评价，真棒，就这，从来没吃过，你看这肉这厚度，哇塞，最终李正他不但学到了这个技艺，更重要的什么呀？其实吃这个汉堡确实好吃，而且还健康。你自己做的，你看这肉嫩嫩，你看外边的汉堡都发死，是不是啊？嚼都挺难受。啊，盟主，真是，我认为是我人生中吃的最好吃的汉堡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么高评价，非常感动，非常感动。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，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